2011年，台积电台中科学园区厂扩建，林佳龙上任后，厂区规划再扩增。市长向大厂招手4年任期，林佳龙说招商超过9000亿，但前行政院长张善政认为都是在碰风。张善政不止放图片写着我们不要碰风要实在，内文还说台积电新厂之一位于中部科学园区，主管部会是科技部与属下的中部科学园区管理局，不是台中市政府，这过程中台中市政府都没有参与。几年前我们要盖最新的厂在台中市，因为我们要怎么对付有一些小的波折，那林市长跟他市府的团队对我们的帮忙，我们到今天还觉得肯定，也感谢因为他的帮忙，我们今天大概已经有6600员工。张善政po文只碰风，林佳龙市长po出这一段。2017年10月，台积电现任总裁魏哲嘉出席中兴大学举办的研讨会，向台中市政府致谢影片，澄清不是碰风。出席活动时，林佳龙还呼吁张善政要道歉。他是一个我尊敬的这个前辈哈，我也期待他能够为他的错误来更正。那道歉。林佳龙市长说，4年执政，台中招商高达9000亿，失业率连续2年半6度最低，选战倒数，拿出实际数据驳斥张善政批评。三立新闻曹胜祥、罗定杰 H 小组台中报道。